没有这样的娱乐，我们的生命不可能。So now the pen to continue, not only as a vital potato plant, but as a raging thorn of democracy.1943年，第一夫人在美国国会的演讲掀起一阵宋美龄旋风。她利用简短引经据典的美丽辞藻，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，并成功改写抗日历史。征服了美国人，征服了美国的这个朝野人士，所以他那一趟啊，几个月的一个从美国东部到西部，又到东部去，那一种刮起的一阵雄风，雄风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募到了多少钱？到了非常可观的一些进度。开罗会议有没有？那些重要的会议，就是蒋夫人出席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她担任了一个很好的这种外交官的一个身份。国际上第一次的熊猫外交，也是宋美龄的点子。她美丽聪明，雍容华贵，与成长背景大有关系。她出生在富裕的传教士家庭。10岁就跟两个姐姐一样赴美留学，他们那个时代能够像宋家三姐妹，那是太困难了，万中无一的。那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栽培以后，你回来你接触的一定是最顶尖的。但宋家一开始并不有钱，父亲宋家树是传教士，后来靠经商致富。他财力雄厚，不仅出钱把大部分资金用在支持孙中山革命，还出女儿。因为孙中山回国，这个革命成功之后，这个需要身边有一个帮手。宋霭龄回国以后呢，就担任了这个孙文的秘书，英文秘书啊。然后那个时期呢，其实孙文的浪漫个性啊，就有点浮现了、啊。他就很喜欢宋霭龄，宋霭龄也喜欢孙文，可是后来他选择的是孔祥熙。孔祥熙何许人也？有可能帅过孙中山抱得美人归吗？孔先生不靠脸吃饭的，他有个比俊俏脸庞更可靠的实力。民间给他的评价就是老大宋霭龄爱钱，所以他嫁给了孔家财，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，孔子的这个弟子。孔宋家族他们联姻当然是很好的，因为在经济上面又有互相帮忙。后来孔祥熙还当上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，宋霭龄也展开他纵横中国财经圈的传奇故事。至于孙中山身边空出的职缺，就介绍二妹宋庆龄接替。谁知宋庆龄却爱上这个大他27岁的孙叔叔，甚至搞私奔，让金主宋家树气炸，追到日本。你居然抢走了我的女儿！我要永远跟你断绝朋友的关系，我要永远跟你断绝父女的关系。宋庆龄嫁给国父，在他们家是革命的。当时只有宋美龄啊，在美国的宋美龄支持她二姐去嫁给孙中山。然而，宋氏家庭从实力变权力家庭引人注目，都是从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开始。就连蒋介石跟宋美龄1922年的初次见面，也是发生在孙中山上海的家。当时蒋介石还有3妻4妾。蒋介石看到漂亮的宋美龄，就对宋美龄一见倾心，想要跟宋美龄结婚，曾经去征询孙中山的意见。当时的孙中山这个慢条斯理说，劝他不要这个操之过急。那个时候的宋美龄身边追求者众，曾传出初恋情人是南京市长刘继文，两人还在美国订婚。刘继文的官位还是宋美龄替他向蒋介石求来的。刘继文他不是留美的，他是留日本、留欧的，所以他不可能在美国去认识这个宋美龄，没有这样的一层关系。刘继文他真正的后台老板是他的女婿，他的岳父古应芬。那古应芬是谁呢？就是孙中山以前的幕僚。并跟宋美龄没有关系。这个刘继文因为娶了古婉仪以后，就一日三升，官运亨通，才能够出任南京市长。一堆八卦流言全冲着宋美龄24岁还小姑独处，但身为新女性，她一点都不怕当剩女，而这股自信反而吸引了蒋介石。只是对宋美龄穷追不舍时，
宋家上下一致反对，只有宋霭龄、孔祥熙夫妇支持。当年啊，宋美龄会嫁给蒋介石，其实居中协调牵线穿针引线的其实是宋霭龄，因为宋霭龄她是商人性格，她对蒋介石她觉得是值得投资的，因为当时中国是个乱世，乱世之中谁有军权谁是老大，而蒋介石当时当了黄埔军校的校长，那也确定他未来中国王的地位，因为他掌握了军权。1927年，蒋宋联姻了，也就在那一年，国民党分裂，割裂了中国，也分裂了宋氏姐妹。我甚至反对妹妹嫁给蒋介石。二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当初你要嫁给孙中山，人人都反对，我不一直支持你吗？孙中山的思想其实是偏左，而蒋介石呢，他比较右派。那再加上在联俄融共之后呢，国民党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共产党员，开始跟蒋介石的右派立场产生了冲突，甚至是冲撞。那宋庆龄觉得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路线，所以开始他对蒋介石就深恶痛绝。因为就国母的立场，他会认为说，我接受共产党是根据我老公的遗愿来的啊，因为孙文那时候就是说联俄融共扶助工农，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政策嘛。但蒋介石是排斥共产党，他甚至做清党啊，就是对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员啊，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。孙中山后来也死了，那他死了之后呢，原本的第一夫人是宋庆龄嘛，那后来的第一夫人变成是宋美龄嘛，那或许在他们两个姐妹心中就开始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舒服疙瘩在。隐藏在政治纠葛下的姐妹私谊不再情深，她们渐行渐远，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，挽救蒋介石的共同目标才让姐妹俩冰释前嫌。听说周恩来已做了工作，只要蒋介石抗日，西安的事是可以解决的。你刚刚不是说介石该抓吗？他是该抓，但不该死，也不能死。宋美龄求助姐姐宋庆龄，以孙中山遗孀身份对张学良、杨虎城施加压力，自己则亲赴西安与张学良谈判，要求和平解决。他本来就跟张学良有交情，而且还不错的交情，所以说就顺利的达成了协议。当中还有跟周恩来还有这个杨虎城周旋，就把这个西安事变和平的解决。这次两姐妹一起救回了蒋介石，却再也无力挽回早已身边的亲情。重庆是三姐妹最后一次团聚的地方，虽说从财权势来说，宋家三姐妹无疑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传奇的一页，不过也因三种不同的人生追求，带领三姐妹走向三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，越走越远，终究不得相见。